欢迎大家收看我的音乐你听吗？三哥学会了。那这次的抢分赛呢，我们分为上半场叫座场和下半场叫好场。我们还邀请到了两位见证官，有请郭采洁、梁博。Hello。梁博，大家好，我是郭采洁。今天第一次要能够来到现场，直接的感受非常的兴奋。大家好，我是梁博。哎呦，就梁博就好了是吧？要有什么要跟这个节目要交代一下的，或者是聊聊天之类的？一会儿聊。太好了，台下的做好准备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带一些励志感觉的一个歌曲，避免一些说教的意味，可以让写作的切入点和意象的选择能够更加的不落窠臼一点。你们都有一个自己非常鲜明的特色，但是创作出一个叫做的作品的时候，彼此的特色消融了。其实观众永远只看呈现和表演。我刚刚真的就觉得说完全没有违和感，对，完全就真的是完全不违和。歌曲的设计起承转合也是做得非常的到位，音域的分布也是浑然天成，大家都是高手中的高手。那输赢胜负这些放淡一些。我刚才一度有点错乱，是叫座还是叫好，劲儿太大了。